你好好把咱们锁车里了。这一路上这姐弟俩老消停了，在后边用我俩的流量玩游戏，反正是挺消停。现在是1:56，我们已经进入舒兰界了，估计最慢最慢也就1小时就能到地方了。具体公里数啊，还有具体开到的时间，我说不好。一大早晨，青姐就给我发消息，给你们听听。青，你们出发没有呢？那个下午我给你做饭啊，你想吃啥呀？先上单买点菜。哎呀，这是上午都跟我说的。我菜都买完了，那个你们提前到家呀，我提前做出来。咱们具体还有多长时间呢？1小时呗，是吧？差不多，我记得是，只要是下高速了，走这条路，应该就需要大概1小时左右，因为它限速嘛。慢点。洋洋跟德月月刚回来，他们回娘家了的，今年是在娘家过的年。哦，小牛，就这么扔道上啊？啊。怎么怕来车？兴不兴奋？快到家了，想不想你妈妈？想了是不是？能不想吗？你想不想妈妈呀？想妈妈。想啊。想妈妈。天气变暖，在路上的雪全化了，全是水。有一个收费站。还有收费站吗？没有了。这前面不就是你的老家了吗？红毛，你收费站哪往哪收费站走啊？也有一个收费站，好像咱们从蛟河下来的，从新站下的啊，新站呢？对，那前面叫谢大屯啊。对呀、啊，谢大屯哪是舒兰呢？这就是舒兰啊！你问他能准确吗？你不问我，我就不敢相信这孩子这一路玩能不晕车是怎么玩的啊？我也是不敢想象，跟你说了，这不舒兰大街吗？算了，不能听某宝的。哼，这小灯都挂的挺好看的啊。到哪儿了你们？都到了，那我过去。干啥？怎么就跟不上趟呢？他说了，回家换个衣服，洗洗澡。嗯。到这里我就能找到哪是哪儿了。对，火炭河吗？是吧？二成家。咋的？10分钟，人扶住龙。这是谁的车吗？哎呀，你看，哎、二成回来了。你看，我都说他肯定能回来。现在是14:59，说的对啊，3点我们到地方了。快点下车了。没事，不着急。把鞋都脱了，外甥。我说这一道咋这么清醒呢、啊？哎呀，这么回事啊？你干什么提神了？我这脚垫新洗的，老干净了，都没人坐过后边。伸个懒腰，休息稍息。把他们三个扔这儿，嘎子就走吧。那衣服放车上吧。放车上。嗯，我这又带了一个，怕翘翘穿，这不短的吗？东西等会儿再拿呗、啊，你把那排骨跟那个鱼先拿去吧，是吧？车上还装了一些东西，就这个翘翘的鞋子穿小了的，然后还有一些水果啥的。啊，一会儿再拿。虽然说刮风，但是还行，不冷哈。看着这些画的，哎呀妈！呀，大舅，新年好！冷不冷啊？煮的啥？不冷。这个，这是我连条给你拿的排骨，再叠一条。哎呀，露露！想不想我，露露？露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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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不想我？什么？菜呀，看不看？看我这菜，你看，比大舅都高，舅老爷都高。哎呀，比他高啊！比这个干我高了。比你一米八。这么大一米八，十几？是一米八，十几？14、一米七多，一米八，六岁才12，吃得好。
叫露露。露露看镜头，这个露露之前是我家的狗，然后呢给清洁养了，不知道它还认不认识我了。露露，认识我呢。露露，认不认识我了？露露，哎呀，这开心的是不是？开心完了，摸摸摸摸摸，哎呀，摸摸摸摸摸，恭喜发财呀！这就是俺们娘仨的待遇，到了啥都不用管，坐炕等吃饭，桌子都放好了，他们在厨房忙活呢，我们在这儿休息休息。坐车也累嘛哈，是不是啊？坐车也累哈，这瓜子根本都不搭理。扣肉，哎。看看清姐做的菜太丰盛了，这饺子也煮了，我们这正好是反了，人家说上车饺子下车面，我们是上车面条下车饺子，我说对了吧？在家的时候我小妹就说你们应该吃饺子呀，我说没事到那再吃，吃上了吧？吃了，接着可接着吃，你工作呀，就俺汤不得我能呗。你早说叫外援呢，你是叫外援，我那什么？咱是爱红酒。不能啊，红酒喝。